Happy birthday to you, Lee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那个微信，那个微信。Make 再来一次。我再趴一次。我用中文讲啊，很高兴在50天之前认识大家，然后今天是我明天呢应该是5月8号是后天礼拜一，是我50岁的生日，然后能完成EBC， 算是给自己一个很大很大的生日礼物，很高兴很高兴在这边遇见大家，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是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幸福快乐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吹了。Yes。没干。哇！哦！大家立刻许愿，都明年大家再来爬一次，我们没弟弟，赶快翻脸，马上。这样我就没有朋友。马上摔摔跤。Can you just？人家可以大大输啊，人家说可以切不大下去，这不是就你两个月好像，你大大输还切不下去，啊不是，他的名字写的太好，他写的。在定做呢，对啊，在定做呢，好有心哦，对，特地写字。嘉玲，大哥。热的。OK。Okay. 好。啊。那他怎么会有两个蛋糕？两个蛋糕的，真的六级。啊，我知道，另外一个蛋糕是完全一级的。是啊。我在想上面几个。还有一个。One seed 呢？还有一个蛋糕。还是他的生日，还是他的婚礼蛋糕？不可能吧？他婚礼蛋糕不敢今天拿，这样就不新鲜了。来，看谁？来，海伦。